是闪的时间很短而已，他不他只怕闪。抓好，抓好痒、喔、他是把他劈死。吊着他后路回来，吊回巢穴死啊！不然还有没有效？好，有效。冰康好痒啊！冰康，还要打什么？还要打什么？啊？好、哦，他说的。哦。哦。楼上有巨大矿脉。好。测数一下，花马 Maggie， 哇，哈欠一直打、欸，天哪，凌波龙大进。好、哦，夜路斯库，夜路斯库是，我
我看到有人在虐杀小动物，豆宝。OK。那你等一下可以帮我轮吗？我轮啊。我可以啊，我吹一吹就软了。哦、啊，那个另外一个软哥。好。啊，都到了我就吹了。我只要翅膀和尾巴就好了。感谢。差一点，打了就算了，这强调了，我上哦。嗯。再帮我暖一次，谢谢。感谢。好，有了，看到。哦，有人没有？哦，翅膀。
长攻击强化的话，大锤的晕眩算异常攻击？好像是啊。那你会强化晕眩？啊？会吧？没用过哎、欸，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吹那个还蛮容易，就拿笛子蛮容易晕头的啊。那次真的好难听哦。啊，右边是加强，是克制上气不去的关系。劝你不要碰我哦。翅膀再帮我软一下。是软的啊。嗯，那我怎么打他是白字的？打到脚吧，脚没软，翅膀软。哦，那有可能。因为小时候看起来還开大了吗？没有没有没有。这位置是不好撞。来的，要撞到了！哦，有撞到了，可能要转弯了，吓我一跳。哎呦、啊、有内阁了一下，害我吓一跳。哎，睡了。上了。嗯。我把请下没关系。效果发动，他快挂了，哇！嗯，太差了。可是这次就没看到骷髅头了。我也没有，太久没打他了。我是看他脚有点。嗯，只有尾巴。我、哦、没有。没有。没有。怪奈斯，只有他能砍。断不了，尾巴太高了，是不是？你先要砍不中，你先要砍到翅膀，那太大了、啊那個。对啊。哇，大古种。上喽。嗯，上吧。
他头也还没爆哎、欸。那个翅膀帮忙，谢谢。快死了啦。好吧，也是可以的。等到我来了。死了。对。哇，这么少的吗？挖出一个巨大古董，挖出一个奇，我听到大林卖玉的声音，没有，那是预言石，大预言石，大预言石，我在这里吗？一般的飞雷龙，我看到了。哦、那个我好像叫不出来。飞龙好像只限于那个森林。森林吧，我森林太高等。我也是，五等也不能讲。承接任务。岩飞龙，天哪、啊！其实我晚餐只有喝汤哎。这是早餐吧，还是晚餐？真的是晚餐啊！我早上六点起床。哇塞！不然才中午看到你开台。没有，开台是中午的时候。你好，从下面就听到他的哀嚎声。什么？我这把没耐充。感谢，哎 ，Joker， 砍下来了。感谢 Joker 的支持。肩膀去吃藏寿司，可是觉得，就是觉得少了很多东西，不好玩。什么意思？一个人吃。哦。
没有那个 feel。不敢。那个，我就进去问服务人员说：“请问你们开始营业了吗？”我说：“开始了，开始了。”请问几位？一位。啊，一位。我说：“对，一位。”听起来怎么的？你还不检举他？我说：“怎么了吗？我只是想吃寿司而已。”哦，没有。完蛋了。一位。被服务员嘲讽。然后吃十盘，什么都没有中。啊，还会中东西什么？就抽奖啊，每五盘可以抽一次东西。那会抽到什么啊？转蛋啊。哦、就是看看这一次活动是宝可梦啊。哦。哇，尾巴露出好。哦，很超好，超喜欢打尾巴的。来了来了，众所期待的肉质，他快死了。嗯，我还要亮，要去睡觉了。好多东西，很爽，打这只真的很爽。是啊，这只的蒸汽三可以飙到2000呢、啊，这么爽。砍他的那个头，哎，叫屁的。那应该跟那个是哪里？那个哪里？在哪里？我忘记那叫什么海底捞啦。就是你吃东西，还会说请问你需要抱枕吗？还是需要什么？对面有个娃娃陪你吃吗？有这样子啊？真的啊？怎么越来越可怜。那娃娃很棒耶，触感很好。我没有，那时候就是看到有人就是一个人去吃，然后就娃娃陪着吃，哇！你之前怎么没被关奈啊？你就里面的员工不是吗？好可怜哦。有人需要那只岩杯吗？哎，不是很想要。打别的吧。你要打啥？还有什么我缺的？我先去一下厕所。好，我要去。去。那我要下楼一下，下回来。坏了、yeah. 没有啊，我们之前一堆人去聚餐也有拿到娃娃一起住。有哦，要打啥？雷二普通
忘记我是要普通还是力战的嘞，应该是普通的吧。普通的雷恶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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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龙龙龙。哎呦，要开枪了是不是？嗯，普通我才会拿这把。普通不需要补啊，随便玩一下啊。没错。你猫猫的紧抓不放啊？没有，大型吸引。哦，有一个好东西，猫的医疗素，是这个，可以让我吸更多血。九九九。因为我家环境又不好录音乐，我想说那就去好乐迪录音吧。然后说哈，你一个人唱歌？哎、欸，问一下啊，如果去好乐迪唱歌，一开始跟他讲说，请问几个人？我说三个人，等下两个人会晚点到，这样会算三个人的钱还是一个人的钱？知道哎、欸，可是好乐迪算人头的话，应该有些等人到再算吧。嗯，我猜啦，应该先算一个人。飞雷雷二。可是现在不是那个吗？我上次去我最后一个离场、欸、不是，我现在问题是你一个人到而已啊，可是你跟服务人员说会有两个人，还会有两个人到。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很边缘。现在他怎样？然后两只一起来，那对吧、啊？倒没有倒嘞，比较好奇怪啊。飞雷二，你看连他都说你很奇怪了。我没差、啊。我是说先讲三个人，最后只去一个人，这样很。刚刚不打，来到这边才打，大小。谁啊？还会有谁？打嗝大师啊！哦、你们一开场没打嗝嗝，我怎么认得出他？我现在马上喝一杯水，等我一下。可是你是平日去唱还是假日啊？平日吧。那他会跟你讲算人头比较好吧？因为通常他会问你几个，可是你三个人通常也不会开包厢，他应该算人头。哦，只会算一个人哦。记得至少要两个人，嗯。至少要两个人，所以他一个人不会让你进去唱歌。太可怜了吧？对啊，这样也太坏了吧？有陪唱服务吗？然后请问有需要叫小姐吗？叫酒醋小姐来，他再让你进去。然后就跟柜台说：“我被骗了，那个女生说会到的。”他会先帮你报警。然后边笑边报警，我会帮你报警。他就跟他说：“你不要难过，我帮你报警。”我有疯狂开关麦的声音呢。对啊，谁啦？很明显呢，秀秀是你。对，对不起。